家的感觉，蝴蝶没有回来了，回来唱歌。范玮琪大陆复出，连飙经典歌曲，速度哽咽，回到家的感觉。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？让伤害重新爱，算了，无力承担。范玮琪2020年因口罩试验风波沉寂许久，原定去年在台举办大型演唱会，但又因劳工黑人陷入性骚争议，紧急取消。日前他出席大陆的品牌演唱会，一连带来多首经典歌曲，被猜测他是否要正式复出。感觉好像回到家的感觉，因为爸爸有5年，蝴蝶没有回来了。回来唱歌，然后你们今天给我好大的勇气，给了我好大的面子，真的谢谢你们。我感觉到你们对我的爱，还有没有忘记范范，谢谢你们。我听到了。我接下来这几首歌，今年是我出道24年，然后是我在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。那首我自己写的歌叫做《到不了》。称赞他状态真好，唱功还是那么强，看得出来没有放弃精进。不过有网友提起他和张韶涵的恩怨，不看好他复出。最后你旁边左右两边的闺蜜吧，好朋友坏朋友。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，谁知道后来关系